昨天晚上8点多吧，我们每吃饭都得走那条路，那个路特别滑嘛。当时就是我们从食堂出来，然后我就看见他在那块儿撒盐，然后他应该是他自己拿钱买的那个盐在那撒，他买了好几袋呢，特别暖呢，感觉他挺有爱心的，想让更多人看见传播这能量。